爸，你去。好，我来。三步哦，我真的不相信。我也不相信。男生为什么没办法？三步。然后头顶的墙，然后椅子放管道，然后要贴到胸部，就这样。然后站起来，这到底多难？然后换我。好，换你。我试试看，你试试看。我也不相信男生没办法。哇，我们的脚都好小，甜甜你的脚不会冷吗？很冷，大家穿个拖鞋好了。然后移过来，头顶的，对。然后他的头，耶，蛮轻松的，应该蛮轻松的吧？蛮轻松的。好，换我三步，一，这样，然后先头顶的，嗯。这样子有直吗？有90度吗？有。好，然后再这样，这到底有什么难？换下一道吧。